哦，那我也给你带来种。对，那你之前就要整地哦。我的地已经整好了。哦，这样子哦，是在哪里？一样在千甲，我在千甲种。在千甲种嘛，哦。好，那因为我这边啊，我们上半年度啦，我们一月份呢，我们就是以小米为主啦。嗯。啊，所以为什么原住民的部落都会在七月份办那个丰年祭、小米收获祭？嗯。那就是以小米为主要的那个水质记忆，那所以一月份种，其实一月份它是开垦，那二月呢？一月就开始就在播种，哦，一月份开垦种那个整地，然后二月份开始撒种的时候，二三四五四个月的生长期，就是六月就是采收。其实一般过去传统来讲，原住民都是在六月办丰年祭啊，没有。只是说，现在我们的政府、我们国家，他为了结合观光休闲，那都希望都鼓励原住民的部落把丰年祭、小米收获祭摆在七月、八月。放暑假这样。对。所以有一点，好了，有点奇怪了。啊，每次原住民的部落要办七八月要办丰年祭的时候，偏偏台风又来作怪，然后又让我们没有办法。因为小米收获祭哦，其实它不是讲究玩乐，它是敬天祭祖。因为我们感谢上苍赏赐给我们这么好的食物嘛，所以就本来是用这个食物来感谢上帝。最重要的祭典意义是在这里，而不是讲究人的玩乐，误会掉了，扭曲了那个文化真正的价值。七八月份就本来是让土地采收完毕之后，就本来是让土地休息。台风来，重新冲刷你这块土地，是以它比较足够的养分。接下来九月就是红鲤。那在台湾族来讲哦，这个红鲤叫做饥荒之粮。饥荒之粮，它是耐旱，所以它在旱季的时候很长，又好又漂亮。啊、所以这个就变成是在十二月，哦。一直从九十、十一、十二，它的生长。那一块土地哦，就是以这个两个。那原住民的部落根本就不怕没东西吃啊。当我们在种小米，当我们在种这个红米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兼做什么呢？芋头、地瓜，还有一些豆类，那或者是山药，啊，或者是一些的那个爬虫类的那个食物。其实，然后我们还会豢养一些的。鸡鸭猪羊之类的，你说好，就算不去养它，森林的那个野生动物也都那个森林也都是我们的冰箱。其实一整年度我们都会很丰富的过，因为我们采了小米之后啊，它就一串，它就一把，然后那一把呢，米穗呢，它是属于人，上天给人的，但是这个米梗呢，就是。祖先告诉我们说要用这个米梗去祭拜天神，祭拜祖先，来感谢上帝。所以它整株它都充满了非常丰富的宗教意涵在里面。那这个是我们忽略掉的。所以我们的丰年祭其实它不是那个嘛，它其实不是讲究玩乐，而是叫我们感谢上帝、感谢上天的那个意义要表现出来。所以我们待会就是。会，比如说我们要去播种的时候，我们点燃，我们这边有没有那个火柴？点燃这个之后呢，我们就要到我们的那个播种的地方，阿修，然后再做祭祀，然后再把这个杆子立起来。好，对，来在这里烧吗？这样就好了。OK， 没有，这是点香的意思。对，那他要带着这个，你要带着这个，啊、对，带着这个，太高了啊。没关系，是这样。跟着阿雄一起去，好吗？好，来，跟着他嘛。这边有一些人哈，他把那个土地给我们来管理。我跟你讲，他都没有怎么去整理。拿出来吧，几只？
感谢上帝，也感谢我们的祖先，赏赐给我们，这么美好的文化，在各个地方，我们都可以透过我们大家的集结，聚集，再把自己的文化重新的恢复，让我们的孩子能够学习，也让我们的祖先很高兴。看到虽然我们离开原乡，我们都还能够继续的维系我们的文化，传承我们的文化，感谢爱我们在天上的上帝我们的天神，赏赐这块土地，让我们透过要播我们的小米，开始我们今年度的所有的工作。祈求我们的天神特别能够帮助我们所要播种的这块土地都有一个非常平安也非常丰硕的收成。那也祝福我们在外地工作打拼的族人他们也都有非常丰富的心灵更通过我们的协会这样子的努力我们一起来将这块土地好好的呵护原住民是这块土地的子民原住民也是这块土地上帝给我们这块土地最好最好的礼物不要浪费我们也希望好好的来发展阿们阿们阿们他要先撒，因为他是撒种，那我们是在后面覆土。哦，好，好，要把他所撒的小米种，哎，美女这里。撒多少是靠经验的哈？对，靠经验的这个，不会撒的人他就会一戳下去，所以浪费。然后小米它也会长得不好，就不经营。然后像这样，把它覆土盖着就可以。对，像这样子，我们还可以透过这个覆土的动作，再把它扩散。再把它扩散。这就 OK 了。假如没有雨的话，也要撒。应该是还好。可以啦。所以太干就好。所以很多的东西都是靠天吃饭。就播了之后就是上天来照顾，天生天养，对，天生天养，对。好，好，谢谢各位。好，我们的祖先就知道要结合这样子的一个气候季节，去该种植什么。一年只有一种还是一波还是两？事实上我们都是一波。好好好。但是现在我们可以二期，可以种二期。二期，因为二期的话，它冬季比较缺水，所以都要接灌溉，要灌溉的系统啊。但是我们尽量用传统的那个方式去播种的话，就是配合这个季节。谢谢。对，对，它就是祭天神用的，它米穗哦是给人的。对，其实它就是透过小米建立了那个天跟神。然后又在这个土地上面生长，天跟人的那个土地的那个关系，谢。所以它是圣品，圣品。那可是不也是小米是主食吗？我们是讲说主食，其实并不全然是主食，你不可能每一天都吃小米。我们今天我对我们今天做小米园哦，是按照你家里的人口数多少去决定开垦多大的地哦。你绝对不会浪啃，你不会去浪费土地。那你取得了这个，除非你家里有重要祭典，或者是你要纳贡给头目的，你才可能吃小米。一般哦，其实可能就是地瓜啦，芋头啦，哦，还有其他的那个谷类，这个是你家里有宴客的时候，或者是有祭典的时候，小米它才会出来。它不是小米煮单独煮，而是做成糕那样吗？它可以做成糕，然后比如说，为什么要酿酒？对对对。那
除非就是你家里，比如说我今天我的房子要翻修，那这个酿酒它的意义，它表示的是什么？是表示着一个这个家里女主人的贤惠。如果今天我在翻修这个家里的屋顶的时候啊，我都会邀请邻居来帮我。当我要开始做的时候，这个家的那个女主人，她就要开始预备酿酒。当工人把那个所有的屋顶掀开，要换新的茅草上去的时候，她一掀开，工人闻到那个女主人酿的酒的酒香的时候，大家都心旷神怡，因为工作完毕之后将有美酒招待。是是是，那一闻到这个酒香，就会特别肯定这家的女主人，她是一个非常贤惠的女人。所以有这一段，有这样子的一个意义在。是是是。那如果男生要去打猎，因为一般我们过去打猎都是大概五天一个礼拜啦。一开始出发，女主人就是开始酿酒，回来就是宴请这些英雄勇士，用小米酒宴客，所以她才会有特别，把稻谷的谷粒要把它去掉，去壳、啊，那个叫窿，叫土窿哈、哦，那个窿，那也是每天早上要装嘛，要去把它去倒，把那壳烤倒掉，才有白米吃。一样，原住民就是这样，也一样嘛哈、哦，对，一样。哦，那个倒那个小米那个工具是叫什么东西呢？那个叫臼，就是臼，然后那个倒的那个杵，杵臼。但是就是说，它已经做成高的时候的，再把它那个做成高的是另外一种比较宽的，然后那个在去壳用的是比较深的，比较深的，去壳比较深的，对啊，然后要把它捣成贵的那个是比较宽的，哦，了解，对，那个才好处理，因为那个深的啊，那个倒一下那个米会弹下来，会弹出来啊，所以它要比较深一点，对，了解，谢谢。是这样子的一个意义。好，越长叶待在上面，它的香味就渗出来。哦，好就可以了。糯米小米饭，小米我带来的。糯米小米，你那个是带来是已经去壳了，对。对，买的。哎。我要糯米的物，说哎，你要不要做过？我这过来做啊，这边做。陈志荣，这边吧。好，你等一下，先聊一下。你有学术上的？学术理论的时候你就会干了。你等一下拿什么？继续往前。变成土豆。我去啊。开走谁的碗？放好菜。哇！我做的萝卜糕哎，好吃吗？好吃。谢谢。不会吗？我爸种了萝卜。好啊，我用客家话讲一段。这是林水柱给自家做的菜条饭，我爸种的菜条给自家做的菜，大个菜条饭，冻成都好吃。嗯，还有沙皮吗？很好吃。买做的菜条饭。我去。沙皮吗？沙皮。给我煮一下，我去。嘿呀，不好笑的哦。我爸爸种的菜条。不用浇水吗？这个季节？其实不用。因为刚好遇到，你说它的生长期怎么样子？刚好遇到水。春雨嘛。嗯。刚好就是春蕾开始响了，其实春蕾之前就是已经是，就是我们一般播种的时间嘛。就是这段时间嘛。对啊，就开始下春雨。然后春雨下一下，下到一个阶段让它生长，然后差不多长了这样子，我们就开始剪拔疏苗。哦，疏苗。对，剪拔除草了。可现在我的问题是，杂草跟小米我分不出来。我现在问题是这样。这个问题就大了。好不好剪拔那个大概要留多宽？就这样而已啊，这样子的距离而已。十公分？也不用到十公分呐、啊，就是哎呀。哦，这样，那。旱稻的话，我是这样一颗一颗种，那比较好看得出来。可是没问题啊。小米的话，你说杂草跟小米分不出来那。那我就只好让它随便长。就让它长了。只好让它长。你要长高一点就。小米比较难这样子，一颗一颗种哈。是可以啊。也是可以。也是可以啊。那我这样子，我家里我这样一颗一颗种好了，免得我。种的话，你就要浇水。为什么浇水？为什么要浇水？有没有人生育苗？
农改场跟我们的技术是什么呢？一个是撒坡啦，一个叫调坡。啊，调坡你就不用去疏苗。调坡其实也是用这样子对啊，但是他弄一个沟之后，他就先开沟啊，开一个沟啊，然后他就这样子撒。对啊。可是也是不是一直撒吧，就是间隔间隔这样撒。没有，一条就这样子撒。一条细细的沟，然后你这样，然后捏一把这样。一点点这样嘛。对啊，我的意思是说不能整把嘛。啊，其实一点点。不是。是这样弄，不是一撮一撮的，不是一撮一撮的。用指尖撒的这样。好。因为小米它本身就是种在旱地，对啊，所以它的种植呢就不那么需要水。不需要那么大量的水，它不像一般水稻，啊，它是生长在那个非常充沛的水量的那个田地里面，所以原住民的部落一般都是山坡地，啊，所以它会变成是我们作物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象征。那这个小米哈，如果说以整年度的那个穗食季来论的时候，小米它是上半年度很重要的一个耕作的作物，啊，就是一月到六月。那下半年度呢，就会以这个红米为主要。啊，红米它的耐旱性比小米更高，啊，所以在我们原住民，在我们台湾族，哦，我们会称它为饥荒之粮。那就表示说，它在非常耐旱的一个状况之下，它仍然可以生长得很好。啊，所以其实，在原住民的部落里面，一年里面，其实我们不怕没粮食，除了用晒的不行，要烘的。什么东西？什么东西要烘的？红米打完之后，打完壳之后，用水去泡，让它壳浮起来。对。然后过滤完之后要用烘，对，把它烘干这样。烘干。烘的把它烘干。对。哦，很麻烦。不然三个小时开始胚芽就在长出来了。哦。对对，活性很。啊，活性很强。哦，对对对，它那个。所以很恐怖，对。红米那个你在那个饭锅里面一煮啊，它那个牙全部出来，牙就对弹出来，对对对。所以它那个活性很强哦，那个我们自己都吓到啊。对，这个红米是连煮都会长，对。但其实不是长，而且是应该讲弹出来了。对了，被弹出来了。对，可是哈，那个卖红米的人都会讲说哈，它是在增长。对。那这个红米。是，只是这样剥碎剥下来而已，是吗？晒干的，晒干剥碎，晒干，对对对对，先晒干再剥碎，不是？先晒干，再剥，再剥，哦，它就可以种了，它就可以种了，那这个就可以种了。如果要吃的话，还要打一打，要吃要去壳啊，就要打一打，对对对。好，对，我跟你讲，我来第一年我有种，我那时候去台东农改场哦，农改场他给我的，然后结果。刚开始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脱壳，就没办法弄。我们是吃叶子，然后叶子真的好吃。对。然后那时候我在工研院的时候，工研院人跟我讲说，这叫红宝石，五谷里面的红宝石。对，红宝石。他说，人体吸应该是五谷里面人体吸收最好的谷类，就是身体最好吸收的植物。那其实红梨跟小米哈，在营养里面，它的营养比稻米还好。那也是一种。它有富含。类似什么的吗？植物性蛋白质非常丰富。Okay. 然后那个一般糖尿病不能吃稻米，但是医生都会建议他。然后它是碱性的，所以五谷类里面碱性的那个谷类，对，米是酸性的，酸性的，所以糖尿病患者医生都会一般都会建议他去吃小米。啊，另对，哦，现在市面上很多小米粥其实不是小米，它是糙米。玉米去切成好像小米米粒的那种，对啊，玉米碎啊，玉米碎跟鸡饲料一样，所以，我们吃的是必须的，所以这个就造成大家很大的困扰，然后被查到了之后，现在小米它突然爆红，哦，突然爆红啊，才开始去找那个比较。纯正的小米，那多半都会找到原乡，原乡去取得那个在地的小米。其实现在台湾的小米有90%进口了，对，然后10%吼，10%大概就是我们自己原乡里面原乡自己都不够吃了。像这种品种是什么种？
我们这个台湾族的名称叫做桑一流，桑一流，它是比较糯性的，是吗？比较糯性的，对。它因为每一种品种哦，都有我们自己台湾族的名字啦，所以它是很独特的文化。那之所以会给它命名，其实意义就是说，它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它是我们部落的一份子。那个要怎么拼音呢？桑一流，桑一流，S A N G I。SANGILIW 桑一流，桑一流，对，台湾族的，台湾族的话，对，就是小米的原因就对了。这个小米的品种的名称，我们曾经试种过12种的品种，那事实上每一次种的时候，都会有一些品种会有新出来的，也会有消失的，那所以我们都会。给他我们自己部落的名称，那就是跟我们生命有他直接的关系，就好像是我们养的宠物一样。对，所以它语义是什么？它这个比较没有什么意思啦，有一些有意思，它有一些没有意思。对，好像命牌跟九号啊什么。其实你们，对，其实你们仔细看，这个就是我们跟农政单位很大的区别。你编号，你用编号去分类分品种，其实没有情感。对，但是我们原住民的方式会给它名称，然后你会给它名称。对，它有壳。我应该跟你这样子讲哦，原住民的话，它在山上，石头有石头的名字，树有树的名字，草有草的名字。那是为什么？因为他尊重这块土地，所以他会给小米一个名字，鼓励的大小，就是互相尊重。它是很细。Okay. 风有风的名字哦，其实有刚刚故事，汉人种稻米也有啊，再来米、糯米，对啊，然后什么糙米，那个是一般通称哦，对，就一般通称，一般通称哦，对，但是比如说台根九号、几号、几号、几号，那个其实应该也应该也要给他一个比较准确的名字啦。如果用编号的话，好像是犯人了。进入到监狱里面是给你编号了。对，人参种比较小。哎，你一般哈到超市里面去买那个小米哈，米粒比较大，颗粒大概是2倍大。是的，对，那进口的。对，那尤其哈，其实不是原有一些在部落，有一些我们到部落去哈，他们拿出来卖的那个哈，其实都不是，也不一定是这个，你拿出来比就知道。真的，我过年的时候去三地门。然后他们刚好要摆，没有他很老实哦，他跟你讲说我们是台东，他很老实，他跟你讲说这个是进口的，这个是我们自己种，他很老实跟你讲，进口比较大，比较大颗，哎，进口比较大颗，没问题。他很老实，他跟你讲，他说那个是进口的，这是我们自己种的，看你要买哪一个这样，因为那个进口的就是比较大颗。拿这个跟那个税可以，好，可以，我们在外面的这个，我们就对对，先照个相，好。他好厉害，没有吹一下。哦。对。哇。用风的吹掉。这样塞过就很干净。不是你稍微。所以在走的过程有一些壳也会。空壳啊。哦。其实稻谷也是啊，也是要这样啊。也是要塞谷。对。可是现在都用机器了。他这个手势真的超专业。这个叔叔练过，真的练过，不是练过啦，叔叔练过，这个也比较平一点呢、啊，因为是这个。美玲，你要不要拿红梨？哦，好。我刚才以为那个盆子红，说这个，我刚才以为他是用那个，结果他是用一种手势把它对，好厉害哦。这个叔叔练过，对，这就是经验哦。像牧师，你们像那边跟你们一起合作的种植的原住民，大概我们现在200公顷呢、啊。哇，真的很多啊！我们才0.8，不是300公顷吗？现在吼，他们发现到红梨的经济价值比较高，就这种红梨。哦，因为它这一斤，这一斤多少啊？这很贵耶、欸。我们这边一公斤收购160啊。啊，这个一公斤90块啊。啊，当然是160的。可是它第一季也可以种吗？第一季也可以种。也可以啊。那收购是带壳的吗？带壳的，带壳的，像这样。啊，再加工嘛。对，再加工，然后加工完毕，弄成真空包装，一斤一台斤呢，一台斤360，对，超贵。对。啊，这个我们这个这样脱壳了之后，一台斤是220。
200，脱壳的200。对，脱壳了之后就是一斤200。红梨360，这是80。你刚刚这样是80-90。你刚刚弄这样叫是这样就是在脱壳了。我不是不是，米糠是在全后包，把那个米糠筛掉。因为我这样子，我这样子一动它的，它空包的，你看我这样子一动它空包的那个，它就飘出来。它然后它透过里面的那个风力啊，再把这个米糠直接排出来这样，然后就比较，我们就看到的比较完整。这样。所以等一下是撒这一个喽。撒这个。对。撒这个。不用再剥壳了吧？不用。不用不用。没有吃就没有剥了。吃的时候要种，要种就要带壳。种的不能，对，种的要带壳。对。对啊，真的是有练过，真的是有练过，对对对，很值得现在推广哈。哇，弄好干净，对，就是这样，可以特写啊。然后如果要更精彩一点的话，底下烧火哦，盖着米汤就起来了。真的假的？这个的米汤很好吃，真的。真的米汤可以啊，可以啊，它就跟米一样。去壳之后了，没有了，去壳之后真的烧，然后就封闭起来。说像。它是抗碳的猪，对，补足蛋白质，所以它不需要很多水。素食的，它就很喜欢吃这个。春天不用浇水。我跟我们为什么会这个季节去种它？因为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去浇水，在山上也就不需要去浇水。那再来呢，它也不需要露水什么的。对，靠在山上山坡地就露水。那像现在旱灾的时候去种这些是非常好的，那也应该是说让我们现在人去学习，在旱灾的时候跟大自然要生存的时候，你就顺应着自然去生存，而并不是说你就一直要用我们人类的想法去办法去把它弥补，譬如说补助啦，或者是修根，它其实对土地来讲都没有办法应该是说很好的利用这个土地，它都是一种。像你看它这样，大家还是要绿肥啊。对啊，那绿肥不是都是用油麻菜籽，要不然就波斯菊。其实如果绿肥用这个，就变得又是一种。对，它又是可以吃了。对，真的应该多宣传这个。这个不错所以为什么这次后来跟瑞珠会在这边举行一个小米播种季，应该也让大家哈来认识，然后像台东他们的小米，然后还有那个红梨，其实这都是很好的五谷类，那应该是说应该要推广给更多人知道。那我们千甲因为在新竹市的我们在这边这个农场，那我们这边也是由原住民组成的，那所以我觉得我们这边最具有代表性，那也很庆幸，希望更多人认识这种五谷。还不然就是高山出高的蔬菜、啊，对，其实小米哈、小米在东部都有，对，我们都种。小米在东部其实是还有一些啦，可是很可惜在北部都没有，很少，很少，对对对，很少。因为我走过一些原住民部落，像戴木斯那里，它都很多。下雨或什么，不会不会不会，它适应性很强。OK， 没有水也罢，生命力好强哦，对对很强。只要是生命力很强的植物，它的营养就非常好。那它的那个应该是说微量元素很多，人吃了也会非常有生命力，而且非常有活力。它是原生种的，其实我们住在这里的人就适合在地植物。对。吃原生种的，其实是吃小米是好的，对，因为就像原住民一样，我们会吃野菜，对，为什么宣妻植物嘛，那吃野菜，就很有能量，生命力就很强，真的真的，对，然后为什么会在山上可以这样子大吼，然后有活力哈，上在打猎什么，就是因为我到这边我还要学习讲话小声。就没送，就觉得很不畅快。本来就已经很大声，就人家说你好没礼貌，不是？我们就心胸很开阔嘛，对，那么肺活量还要学习小声，真是怪。要黄透的哈，对，黄透的我们才采。你看像这个黄透啦，有没有就可以采了？
站着就可以采哈。对，谢谢。一下就采好了，所以要分批采。对，昨天呢、啊、有那个投份的打电话给我，嗯，他说他种的啊，嗯、他种不好。然后那个竹东有一个也是啊，他说他们的种不好，所以不是每一个都可以像我们这样。对，要看条件吧，不知道他们的地是怎样。像头份有一个我拿去种的哈、哦，有一个朋友跟我拿的哈、哦，唐婆柱，他的地我那时候看了，我就说，哎，你这个好像会太湿哦，会潮湿哦。嗯、他说不会，结果真的是太潮湿，种不起来，对不对？就是没有我们种的那么好了。这边有除草吗？这里。嗯，没有。没有除草。没有。哎，你看这个都被吃光了。没有关系，你总是会要了一些、嗯。对，这个都被吃光了。你还是你看有的。这个也吃的差不多了。可以收，我们就收。嗯，这也吃的差不多了，吃光光了这个。这小鸟很厉害的哈。嗯。怪不得他们说了。我们在做爱心的，对，这个就还绿绿的，还不收。鸟好多哦，在叫。这几个这么大串的都被吃光了，是不是？都被小鸟吃光。这个也是，这些都被吃光了。哎，那你小鸟很聪明哎，它都选大串的来吃哎。哇，吃的差不多了，这个也是。哇，这三串连在一起，这些，这小鸟会吃哦。它吃过的至少会长，会当种子的。对，当种子哈。就是把它，到时候把它，这抽一抽一抽采下来哈。还是有一些种子，它吃的，而且它吃的都是应该是找最好吃的。对，小鸟、那个、最棒的。小鸟在吃水果啊，就是挑那个最好的那一个。对，所以这个剩下的哈、哦，可能也是非常好的种。对，种子。所以不要浪费，就把它采起来，然后到时候。哎，那我们办小米收获季，顺便办种子交换，要不要？在哪里办、啊、在这里啊。好啊。小米收获季不是要在这里办吗？嗯。欸，你看这样子差不多什么时候？你觉得呢？你觉得什么时候？就是月底那几天，或者是月初那几天吧。好啊，欸，我们月初好不好？好啊。七月的月初。好。比较好。小朋友都放学了，不是放学了，放假了。啊，丰收丰收！现在湖南那个湖南啤酒厂那个。